全港首间 KFC 概念店在铜锣湾隆重开幕。概念店共分三层，地下 Sweet Box 甜品小卖部，随时可以享用新地特饮和特色咖啡。一楼和二楼就是自助点餐区和用餐区。无论楼梯、天花板、墙身和地下都有流行艺术元素。开幕礼又点少得 KFC 上教出来助兴呢？见中秋节就快到，上教还预告了首创的传统月饼，通花设计还可以当灯笼。月饼的味道有香辣鸡丝果仁月和金沙咸蛋黄金流心奶黄。概念店陆续推出多款限定美食，薄饼鸡 Cheesa 就用了特大鸡扒做饼底，上面铺满芝士和菠萝，非常之开胃。烧春鸡即叫即烤，配格格脆薯块、田园沙律和汽水两杯。一盘九件的鸡翼可以配大薯条、沙律和汽水两杯，焗饭就可以配田园沙律或者清新番茄汤和汽水一杯，还有双色脆薯波波、芝士咸蛋脆鸡